有没有人要吃干蔗？一样用台湾的干蔗，他负责发芽，台湾就发芽。今天的晚餐，这个照烧排骨，这个是番茄炖鸡，这个是姜烧猪肉，这是排骨猪汤，跟最厉害的白饭。有这样的一个中继站的一个膳食，对您的感觉是？其实就蛮棒的、啊，因为毕竟在欧洲嘛，就是吃的东西都比较冷冷的、冰冰的，也没有一些我们喜欢的味道，所以能够在这边吃到这样子这种充满家乡味的东西，我们会觉得比较吃得饱，然后有体力，对。人啃生菜在国外是很少有这种烫青菜。其实每道都很喜欢，而且都非常的好吃，很有家乡的味道，然后吃起来特别的温暖。现在会觉得在原好像在就在台湾。好吃的，你们是不是很饿？我们真的很不好意思，吃的很不好意思，真的吗？那我去。